新又大的哥斯达邮轮威尼斯号，全船共有2116间客舱，不止数量多，住起来也相当舒服。现在就让我们来一一为你介绍各式的舱房。内舱，两张单人床可以依照需求合并成一张大床。虽然是内舱，但是该有的设备像是热水壶、冷热杯煮、茶包、吹风机，还有卫星电视，一样都没有少。电源插座更是最新的 USB 插孔，是不是非常贴心又方便呢？这些都是全房型的基本配备，整体的装潢就像五星级饭店一样精致，再搭配上意大利风格的设计点缀，这样的空间住起来绝对是相当的舒适。外舱，这个房间就更享受了，一进门是地毯的花色，就把质感向上推升了一大截。有窗户可以看到海景，空间达到6平，除了可以变换单、双人床的寝具之外，还有一组无敌大沙发，这样的空间住起来也相当舒服。阳台舱，大床铺、大沙发、大空间，这些都是基本要求。阳台舱的重点当然是阳台啦，然而这个阳台的尺寸超乎你的想象。想要拥有私人海景假期，一定要选择阳台舱。在海景阳台吃早餐、看夕阳，这么放空享受的时光，保证住过就回不去了。星光阳台舱，这个房间可是特别推荐的房型，光是阳台就快要比房间还要大，不只可以看到海景，根本就是可以找同伴来开 party， 喝点小酒，吹着海风，天南地北的聊，中等级的享受，别说你不爱。光是介绍到阳台舱，是不是就让你觉得欲罢不能？哥斯达邮轮威尼斯号还有各式的套房，想要好好的享受邮轮假期之前，可别忘了帮自己选一个最舒适的房间哦。